那您看，您连续这个7年参加总台的这个秋晚，想问问你对秋晚有一个什么样整体的评价呢？我特别感谢秋晚，第一个有幸连续7年在秋晚的舞台上，然后呢，领略了这7年以来所有舞台的这个演变啊，我们的不断的升级，越来越这个舞台越来越唯美、宏大、高科技。然后同时也非常感谢秋晚，在这些年带我去到了很多的不同的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比如说西昌、西昌啊、西安、淮安、大庆啊等等等，洛阳，还有洛阳啊，对，等等等很多的大好河山。然后通过这个演出，也是跟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去进行一个交流，也能够领略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风采，当地的风采，还有包括这个尝到了很多土特产，对，所以也是非常感谢秋晚，能够等于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游历祖国的一个过程。